现在下太阳了。刚刚您看到的这起火灾发生在前天，也就是12月4号的下午3点半，在汕头市潮南区的一个内衣厂内冒出了滚滚的黑烟。目前火灾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1人重伤。究竟这样一起悲剧是怎么发生的？火灾的背后有哪些值得我们警醒的生命教训呢？我们社会纵横记者在火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这里是汕头市潮南区沉淀镇的新溪村，在我身后的这条并不宽阔的马路后面呢，有一栋四层楼高的自建住房，这里呢就是火灾的发生现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整个楼的外墙已经被烧得一片漆黑，一楼的杂物已经被焚烧殆尽，二楼呢是办公区域，三楼是生产车间。根据消防部门的负责人介绍呢，当时的火势主要是集中在一楼，火势并没有蔓延到二楼和三楼，但是熊熊大火所产生的浓烟将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逼到了三楼的生产车间。在内衣厂门口，衣物、塑料瓶、凳子等杂物散落一地。据了解，火灾发生在下午15时30分，接报后13台消防车、84名消防队员赶赴现场扑救。火灾15时55分被控制，16时30分被彻底扑灭。被困的15人中，14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重伤。汕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火灾事故扑救、处置和善后工作。据附近目击者表示，大火来得很突然，当他发现时已经是浓烟滚滚，但并没有听到任何的呼叫声。我昨天到3:40多，50多分在这边，他们的火，那天上都黑黑的，全部是冒黑烟啊，很黑。这个昨天主要来的是一个吸入性的损伤，还有一个骨折，左上肢的有一个骨头管断了。它吸入了什么呢？浓烟，因为火灾起来了，有很浓的烟雾，很大的烟雾，它当时就是这样损伤的。那对它造成了哪些伤害呢？这个吸入性损伤，这个对气道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病人情况还算稳定，生命体征现在暂时还稳定。那可以理解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吗？没有，这个是暂时稳定，因为他这个吸入性肺炎，他还有一段时间，他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有可能的气道的有没有损伤，起到损伤到什么程度，这个还要再看一下。而在火灾发生的当天下午，这栋楼里呢其实有30人，在火灾发生时，当中的15人有的通过逃生窗、逃生软梯逃出了楼房，而有的呢则被及时赶到现场的救援队伍救了出来。一楼当时是乱七八糟的，人主要是在一个三楼，当时我们就一边就是调查，一边就抢救那些伤者，他们是在楼底下，有一次跑出来的。无情的大火吞噬了14条生命，案情重大。然而这场火灾并不是一起寻常的消防事故。在灭火救援的过程中，当地公安消防人员发现了一些疑点。起火点就在一楼楼梯的转角处，火场的火势燃烧异常的凶猛，蔓延的速度非常快，极有可能有外来的助燃物，有人为纵火的重大嫌疑。根据那个现场的勘查，着火点是在底下着火的嘛？着火的在那个现场也有汽油味，汽油味火浓，那个着火点应该就是汽火点燃起来的，因为这个工厂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汕头市立即成立了124专案组，兵分五组展开侦查。从该作坊周围调取的视频资料发现，案发前一名穿着黄色上衣的男子匆匆忙忙走进作坊，手里还拎着一个白色的塑料罐。该男子冲出来后，作坊就迅速冒出浓烟。有人看到他坐三轮车走出去逃离现场，怀疑这人有可能去逃亲，也有可能是在替流沙坐车逃走。经过作坊老板邹某玄的指认，视频中的这名男子叫做刘某，是他的一名员工，他有重大的
放火嫌疑。专案组当即对往来当地的长途车辆进行了排查布控，对周边村镇也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查。案发之后，大雨一直没有停过，汕头警方派出的十多个抓捕小组冒雨全力排查。12月4日晚上10点左右，在揭阳普宁警